小王吧，我找找这王吧。我这也没法上啊，这帮小子一顿刷伤害呀，俺们啥也干不了。先跑啊！溜了溜了溜了，快跑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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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死了！我们去下路，哎，不去下路，这波还可以去中路啊！算了，去下路吧，中路已经干完了，关键我这没法上啊，这。队友呢？来个队友啊！来个队友，来个队友，快快快！还要破密呀！2600场的猴子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是什么东西，我是人。我马上升二。哟，二级感觉应该学 W 就好。哎呦我操，猛啊！这不得一手穿甲猴啊，这猴没有三级确实不厉害，等我们三就猛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有了这手 W 的，我们直接起飞。不是，这新英雄伤害怎么回事？他伤害这么高，我赶紧上上路杀个剑姬。爱谁跟他对，谁跟他对啊、哦！我不去了，这玩意儿太猛，有点打不过。呀，恶飞流失，干呐，给我干他！这不干死他兄弟，给我扛他干！拜拜，溜了溜了，回家了。他怎么的？他无敌了是吧？哎呦我操，把狗熊给我杀了，链住他，杀了杀，这也太歪了，来个皮孩兄弟，小王八打人挺疼的，剑姬没了，不行啊，这狗熊干不过呀，回家，太脆了呀。你要干哈呀？到底你
像精神病似的，你是。精神病似的，这狗熊。K 个头，回家。下路让沙米拉杀穿了，这新英雄太猛了，这伤害。我们这薛微有点脆啊。感觉得要个三项，太脆了，这不救了，这救不了了。这是什么伤害？看来幽梦木印这猴不太厉害呀。我来了，兄弟！哎呦哇，这虚缺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出什么装备了。先来个三项啊，先来个三项。给我杀，兄弟们，这波可以打。杀王吧，小王吧，起飞，把中塔拔了，这拆塔太快了，这快跑！啊！这不行啊，这打不过呀！你给我套盾还行，这散着吧。先来个三项啊！我看看啊，我是不是得出无尽呢？这有没有人指点一手？就这水平啊，这就是 ADC 吗？这就是传说中最狠的 ADC 英雄在无限火力之中吗？也不过如此啊，我这一看呢。上来来。给我戳死了！哎，哟，我操！开始跟我赛跑上了，不行了，这跑的确实有点快呀，这中路加没了，回家回去守家啊！来来来来，把家守住。
小王吧。好累呀、啊。真能跑的。大龙来，把大龙打了。这猴比以前猛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的猴啊，比以前猛。以前的猴不带血，还出点啥呢？这是不是得出点吸血装啊？我觉得死亡之舞吧，回家家没了，这怎么回事这呀？哎呀，闪现没认出来，这家家没了，快回来守家。后边个王八，可以呗。哎呀，好推！穿墙，给我追这个飞流斯，这是谁呀？这狗熊也太幼了吧！这有这么幼吗？这些人，快杀 ADC， 把 ADC 杀了。剩个扇子吗？这扇子吗？有点动不了。破败精神病吗？这无限火力出破败，滚呢？怎么不滚呢？哎呦，我太幼了，这幼的要死。跟我上，跟我上，跟我上，别怕。哎呀，这刀锋上哪去了？哇，这大狗熊，赶紧来个死亡之舞啊！这玩意儿都不要了。这个蓝切其实没啥用，我觉得这个蓝切用处不大。给他换一个，换个啥呢？换一个，远处无尽不行，那狗熊打不动。跑啊跑，守家
回去守家。感觉我要个清远可以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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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逃遁！把他换了，给他换个青雨就行，给他换个这个繁星的奇血。哎呀，这杯子！哎呀，把它换成水银还？哎，对面打大龙去了，好像。我们去看看水龙啊。把龙打了，哎呦我这 ADC 不行，这王八杀不了，哎呀给我拱死了，我的天哪，守家守家守家，回去守家，太脆了这猴，我看看啊、哦、我把什么给他换了呢，能肉一点，有点脆，幽梦可能不要了吧，蓝盾，黑切，来个黑切，黑切也脆呀，来个蓝盾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别急啊，等我一会儿，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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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会儿，别着急。打赢了，漂亮啊！中追，那边狗熊没了，这蓝盾也不厉害呀、啊，感觉还不如幽梦呢。不行，蓝盾不行，没用。不推了，走，拿个小龙去，走。先把这小王八杀了，干吧，这就可劲干，中推吧，谁怕谁呀、啊？真是的，拿下了，兄弟们！哎，这沙米拉把他杀了，对面狗熊人没了。哎，一些不过如此。
哎呀，兄弟们，6点钟了，喜欢直播记得点一下我们右上角关注，给大家一个波波，明天见了。